就我出来看看。唱的好不好，因为他今年71岁，是，如果轮到我们71岁，我们不懂是在坐轮椅或者是躺在床上，或者已经成为一个神主牌，我觉得所有的好朋友应该给他热烈的掌声一下。辛苦了，谢谢。当然现在我们的店主，我们店主要送一